好，我是林莎丽莎，身高161公分，体重是7公斤，三围32D、23、33，星座是狮子座。好的。我们正妹老司机请来林莎，那这样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很奇怪吗？这个地方，怎么突然间在湖中间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是要绑架我吗？我现在哪里也去不了。我们现在来到碧潭，然后来到一个情侣最受欢迎、top 不到前几的地方，来海天鹅。你有来过这个地方吗？我有哎，我其实蛮喜欢来这边的。那所以心仪的男生带来这边踩天鹅，你 OK 吗？我超可以的，这个感觉你家踩得很累。可是我很喜欢，我喜欢那种像是巴黎不是会那种双人的脚踏车嘛，然后那种两人的感觉，我就觉得超棒的。OK， 好的，那今天林莎来到老司机呢，当然是要先来宣传一下他的写真啦。没错，我大家介绍一下，写真书揭开面纱，大家应该都有看过了吧？哎呦，现在呢，如果还没有买的人，可以赶快到各大的电商，还有那个网络的平台可以去购买。你的封面看起来很猛哎。对啊，这个封面大家就是我给网友挑选。那里面呢有没有来几个企业，让随便给大家看一下，一下就皮帮个企业，跟封面比较像的感觉。有没有更猛的？更猛的？有啊有啊，就是像类似像这种。好，那你就拿个就是没有到最猛，大概第二猛的，然后逼有刚网友去买最猛的，就类似这种感觉。好，那你自己自认为你的身材哪个地方最有自信？应该是胸吧。哦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到很大，然后就刚刚好。哎，还蛮大，这种话讲出来，很多女生会很不开心。可是现在大的超多的，尤其是出写真的话，就是大家会觉得说，这个现在这个身材就刚刚好。他是去整的，或是没有？我们公司的都超大的，都来过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来到碧潭吧，对，是要聊聊约会相关的一些问题。好哎，那先来聊聊你自己本身现在是单身吗？现在是啊，已经单身超久了。来多久？大概3-4年了。3-4年？对，因为我其实算是没有遇到那种真的很喜欢的对象这样。OK， 那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？要对我好，比我爸对我好还要好。因为我爸讲绕口令吗？我爸对我很好，所以就是一定要对比我爸好。我觉得我爸超疼我的。举一个例，他对你好到什么程度？你觉得起码第一标要这样子？譬如说我跟他讲过的话，然后他要记得，就是有用心的感觉。我这样听起来你是不是有点公主？我不会耶，我跟你讲，我对男友超好的，就是我觉得我会付出很多。就是如果我在一起的话，我是会付出很多的那种。所以基本上的择偶条件就是要宠你，对你好。还有很多这种部分。所以我们今天整集大概说8分钟都在聊你的择偶标准。那你自己觉得啊，你的首次约会，你觉得去哪些地方约会？看电影啊，很加分。但是看电影啊，这么无聊？绝对是看电影。我跟你讲，看电影，看电影哪会无聊？第一次约会就看电影，这很很烂哎。超不会，我觉得因为电影院很暗。所以有一些肢体，想做一些坏坏的，不是啦，就是一点小小的肢体接触，就比如说一起吃个爆米花，然后饮料同一杯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也住超近的，我觉得会第一次约会的话，在那边的话真的是会大加分哎，真的假的？但是挑对那 NTV 可以吗？不行。所以你觉得电影院就是一个最安全，然后不会出错的地方？真的，没错。因为刚刚听到你说什么暗暗的可以吃爆米花，可以找肢体接触，感觉你是一个是肉食女啊？不是哎，我觉得是一个会主动的追求的。我觉得会主动。我之前的男朋友都是我自己主动追，所以你会主动示好哦？我是觉得如果我喜欢他的话，我会主动出击。我不喜欢那种追我的男生，追我的男生我反而觉得没什么无聊，这样 boring。对，我喜欢那种，就是我喜欢他，然后自己去勾到他的。还有，成功率大概多高？100%。100%？也没有，就只有两个而已，就只有两个，但是百分百刚好，因为我就只有在一起两任，然后两任都是我主动的。
It's the motherfucking Eagle Double G。 那约会的时候啊，男生做什么样的举动会觉得很加分的？约会的时候就是拿爆米花摸到你的手。不会不会，我觉得这个是基本。我觉得基本哇塞，你很不 care 耶。我会希望他做什么样的动作，就会希望他大气一点，就是如果他想要牵我或抱我或干嘛，就直接来的那种。因为第一次约会去抱你，会不会太冲？好的，因为你喜欢霸气男生嘛，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在霸气界没人比得过他霸气，就是在旁边踩鸭子踩得很辛苦的司仪大哥，汗直流。哦，你还好吗？刚刚让我踩一下，先太累。霸气霸气，展现一个霸气的一面。哎，你不要踩，我来踩就好。不行。为什么？要霸气，我要踩。你看方向盘都我在碰，够霸气吧？对。你喜欢会撩妹的男生吗？我幽默幽默，来给我展现幽默感的部分。好，可以。OK， 可以吗？我试试看。你的笑点高吗？我的笑点很高哎，我不太容易觉得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哎呦，那但我们司仪大哥，你要加油。他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没有失败过，真的没有失败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你帮我这样，像金刚狼一样拿，这是三支笔。好，那我们等下来。金刚狼那样拿哦。对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跟你玩个游戏。嗯，我碰到哪支笔，我讲到那个动物的时候，你就要学它的叫声。这只是狗狗，学狗狗叫。哇。好，这只是猫咪。喵喵。好，那这是鸭。鸭。呱呱呱。那你在床上我怎么叫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就你手是麻痹的，交神经坏死，是不是？我不会痛哎、欸，你不会痛，所以这个梗是怎样？这是他要我啊一声，这样，那开一个我配合你一下，好，还要配合，来来来来配合配合吧，我想不快配合你 ，OK OK， 那现在这三支笔，嗯，好，碰到这只，它是狗狗，汪汪 ，OK， 那这是猫咪，喵 ，OK， 这是鸭子，呱呱呱，好，那这是你在床上叫。好凄惨，怎么办？我觉得这边帮我上黑幕。对，我觉得对，也没什么好第二次，我觉得再叫八次也是一样，对，是一样。看完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正妹老司机，也欢迎大家 follow 我，拜拜。